在两个月前，我骑了一台车重不到100公斤，有着强劲动力，号称懦夫救星的电动越野车北极喵，去挑战三义的兵工厂。作弊神车，轻松啦！那一次我花了超过6个小时的时间，只骑了不到半圈，甚至骑到最后真的精疲力尽了。我要吃香蕉。连用走的都走不上去，整个人骑到在爬山。经过那次之后，这位豪猪兄跟我说，这台北极喵的车主是一位女生，可以独自一人完成这条林道。当下听到这个消息，我痛定思痛，下定决心，有一天一定要骑完一圈。刚好那次骑完了之后，得知了 TORA 台湾越野骑士协会在11月刚好有一场三义林道耐力赛，所以回到家之后，马上就给他报名了下去，甚至还偷偷的帮珍珍也报名了同组，想说顺便拉他下水一起挑战，所以才有了这一次骑阿福参赛的机会。确定报名成功了之后，阿福首先需要重新整理。第一个首要的重点就是阿福的后避震器。这次很感谢 D2 Racing 奇遇集团赞助我一支 DDX 全可调后避震器。这次同样选择 D2 的避震器，原因是因为在上一次我的 CRF300 Rally 在换上了 D2 的避震器之后，去骑完垦丁的越野大会师，真的很明显的感觉到与原厂避震的差异。在面对连续障碍的时候，吸震能力可以说是一级棒。同时也很感谢 D2 Racing 奇遇集团也赞助了银 A 组的冠军同样的避震器。而我这支避震器呢，很荣幸由知名林道硬耐力冠军车手特地为我调教，已经做完车辆调教，所有的胎压、避震系统都已经弄好。对，都已经弄好。看一下我们那个今天装的那个什么，这次呢换了这个 D2 的避震器。对，没错。那个我当初跟他设定弄了大概3次才完成这个阻尼设定，一直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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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最后做出一个好的避震，做出一个完美的避震，装在这个 CF15 脸身上差很多。对，所以你今年一定可以拿到惨了好的名次。我不敢讲第几名，不错的名次，反正你要完成一圈就对了。对，完成一圈，我觉得是要完成一圈的。除了后避震器，这次在展翼车业豪猪兄的帮忙下，把齿盘和电脑也一并换上了新的。初步改装完成之后，我也来到了这次比赛的场地三义的兵工厂越野区，打算先来练习个2天。我们今天能来到这个兵工厂，因为我们这个下礼拜 TORA 有办一个这个越野耐力赛啊，就办在这边。今天呢，再次来熟悉一下，临时抱佛脚就是这样抱的。那就我们来看到这个兵哥，你好，非常感谢兵哥，非常感谢兵哥提供这个，对，真的非常感谢你，也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对，感谢大家的参与啊，感谢我也来摔车。在这2天的练习中，由豪猪兄、兵哥、三义硬邦邦的伙伴，还有 Sam 哥以及很多我不知道名字但是人很好的车友带我慢慢练习。随着练习的过程中，我也逐步发现我自己的弱点。第一个就是这个大家称为选手坡的鹅卵石下坡，虽然 GoPro 的广角可能拍不出坡度，但是我自己觉得我骑到这边的时候真的是很有障碍啦。刹车，对啊，我刹前刹。尽量刹车的时候只用后刹。好。然后你要最慢的速度可以用一档。好。我们在下的时候，对，脚挂在这里。嗯。没有。对。因为它是斜。哦，好。好。可以说，我在这里真的觉得我突然不会骑车了，姿势错误导致速度很慢。速度很慢导致我的身体要一直去撑车子，大概不到200公尺的路段，我就要花上将近10分钟一步一步慢慢撸。因为我的资质愚钝，所以在经过了他们的指点之后，我有时候还是会下意识的用错误的姿势在骑。练习了几次之后，只能希望比赛的时候可以顺顺过就好。出了选手坡，再出了林道后，在会场中的这个独木桥，对我这个平衡不是很好的人来说，也是非常有障碍啦。你要往后坐
下去的时候弹离合器，让车头翘起来。好。对，比赛当天的路线里有一段是有汽车作为障碍的，如果没有信心过汽车的话，就要走比较长的路线，算是给有信心可以过的选手一点可以偷时间的障碍。我呢，没有信心之外，也没有技术。骑了大概三四次，骑的真的很顺的也只有两次而已，而且比赛当天汽车前面的小土坡还会被挖掉，所以这个汽车我就不打算走了，改走旁边的小机道就好。经过两天充实的训练之后，我又重新整理了一次车子，换上了新的排气管、离合器片，还有离合器那边的 case、 两边的拉杆，最后就等着这一次三义领到耐力赛的到来。比赛前一天，我们提前到三义住宿，接着在一早的六点起床，先到会场。这次比赛的会场也很感谢台湾农林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各位地主热心的出借土地，让台湾越野骑士协会使用。从林道里面的赛道到会场的外围道路，也都有向公家单位申请路权，完全合法。看到政府机关以及在地的商家这么支持越野活动，真的非常的感动啊。而这一次的林道耐力赛以车种还有车重区分成了金、银 A、 银 B、 红以及 ADV 共五组，而这其中一定要提到的是金组还有 ADV 组。金组路线难度最高的组别，在赛前练习的时候，豪猪兄有问我要不要骑上去，而我则是连校门口都骑不到啦。总而言之，金主的路线，我光是看前辈传给我的影片，我都觉得很累了。所以当我到了会场之后，只要我看到车子的车头、比赛的车贴条码是金光闪闪的，我都会叫他们一声：“你也是金主勇士吗？加油！”进去里面那个，去街里面 happy， 其实是买那个2200的门票进去看那个第一视角。加油！金主勇士真的太强了。而要提到的另外一组则是 ADV 组，身为 KTM 890 ADVR 的车主，我能充分的体会到骑着一台接近甚至超过200公斤的车在这种路面上的感觉，骑车兼健身真的很帅啦。而我所在的组别是市售车主银 A 组，终身编号 SA215。 而不管在哪一个组别，每一个组别可以说是高手云集。一早抵达了比赛会场之后，首先就是要来报道一下。报道之后，接着把比赛的条码贴帅气的给它贴在我那会动的车头上。其实我这车头已经非常不稳。做好了赛前的准备之后，紧接着迎接我们的就是上午的排位赛了。在比赛开始之前，首先我真的要非常感谢当天的所有工作人员，摄影师、裁判组、报道组、打卡人员，
我有认出来很多位都是很厉害，也曾经教过我，甚至帮我吃肉肉的车友们，但是他们却愿意在场上东跑西跑，让赛事得以顺利进行。我觉得这个精神真的非常的可贵，真的很感谢有他们每一个人的协助。休息一下，对，谢谢。拉伸一下，拉伸一下，辛苦你们了。在今天的比赛中，首先登场的就是上午的排位赛。在排位赛中会决定各组别在下午决赛时的发车顺序，不管是哪种类型的比赛，排位赛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赛前来练习的时候，其实也有看到很多高手一直练习排位赛的路线，为的就是可以让自己在决赛的时候发车的顺序往前一点。而在排位赛中，每八秒会放一台车进入赛道，剩下的就看选手自己的造化了。丢脸了！加油啊！好 ，Go！ 发车之后，其实我内心什么都没有想。面对一开始布满整个赛道大颗的石头火锅，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要用几档骑，全部都凭着自己的感觉在乱骑啊。一档油门给它灌下去，就冲出去了。接着大概过了20秒之后，看到了前方集团的身影。原本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说我可以有超车的机会，不要挡到别人就好了，还超车嘞。但是直到那个当下，身处比赛中，那种气氛，大家都是卯足了劲，一股脑往前冲。所以这也让我动起了想要超车的念头。也看到前方的车辆，其实是愿意让出一条路给我的。但是这在轮胎底下的滚动鹅卵石，让我这个平衡很差的骑士真的难骑直线啊！加上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参加这一种热血沸腾的摩托车赛事，所以即使看到了空档，我还是不太敢超过去，主要是怕超不好把别人撞倒了，害别人受伤什么的，这个因素占了蛮大一部分的啦。排位赛其中的一个关卡有着两根连续的倒木。这边在我原本脑海中的计划，看到前面的骑士走了右边，我想说就给他骑左边，结果身体跟不上车子，前轮翘得太高了。下来之后重新加速，我已经被赛前练习的时候教我技巧的山姆哥一瞬间超过了，下次只好再跟山姆哥请教一下到底要怎么超车了。在赛道上的前两分半都是这种大颗的石头火锅，分半过后则是左切陡上，上坡也会布满大小不一的鹅卵石。在这边我又失误了一次，后轮被一颗大颗的鹅卵石卡住，一直空转，花了一阵子才脱困。这时候已经被好几台车超车了。重新起步，骑了没多久，我听到后方有喇叭声，提示他想要超车，所以我还特地靠左边，想说让他先过，结果没想到是三亿硬邦邦的其中一员，一伟哥。当下我是想说，我都骑到快累死了，他还在那边给我又又又。不过看到他超过来之后，我也想说跟着他一起骑，看他在超车之余能不能也让我顺便通过，所以接下来我展开了跟车行动。
就这样一路靠着一伟哥开路，我也超了好几台车，虽然中间还被他骗到以为要右转，不过第一圈排位赛的前中段我算是骑得蛮顺的啦，直到后段这边我出现了两次很不应该的失误，因为真的太心急了，所以不小心点了前刹车两次，就在松软的沙子里倒车了。我觉得就跟赛前练习的时候有位前辈跟我说的一样，我需要注意的就只是顺顺骑就好，就算被挡住也没关系，只要不要倒车就好了，不然秒数就会拉得更长。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好像真的太急了。在早上的排位赛中，每一位选手可以骑三圈做成绩，所以啊，因为我倒车的关系，所以骑完第一圈之后，我打算稍作休息一下，就准备展开我的第二圈。第二圈。第二圈一开始，其实我的手已经开始酸了，所以速度自然也就慢了下来。这一圈其实我就打算顺顺骑，以不倒车为目标，过程中也尽量保持体力，毕竟这是排位赛，下午呢是更重要的决赛。骑完了第二圈排位赛，我算了一下时间，比第一圈快了将近三分钟，于是见好就收，保留一点体力，准备迎战下午的决赛。我们再分啦，来来来，有好喝的蜂蜜水，来来来来，而且就是现在希望我们就是顺利吗？第二圈比较顺利，要去那里，要回去那里。好，因为我没电了，我看一下，我发一下，故障了。拜拜拜！靠，他又可以了。好，刚刚可能按到这了。好，先骑到地方。好。骑完排位赛，接下来就是轮到我坐在赛道旁边欣赏这最硬汉的组别 ADV 组。诚如我前面提到的，同样身为890车主的我，看到这些精彩的画面，真的不得不佩服这些前辈，每一台车都超过160公斤，甚至还有超过220公斤的，加上当天还有一台同样是2023的890 ADVR， 造骑不误，真的非常的佩服啦。我觉得就算有其他车友帮我抬车，我应该也是抬一次就不行了吧，所以啦，等我先去上一点 ADV 的训练课程之后，我再报名。现在我们要公布我们排位赛成绩。倒数1、2、3、4、5、6，我是第六，6、7、8、9、10、11、12，你倒数12。倒数12好逊。对啊，对不起啊。
笑、我就菜鸡没，不然想要怎样？差我三个哦，哎、欸，那可以哎、啊，我接受。有到一对一开头就好了，十位数就对。所以你是十倒数第六，因为我刚刚倒两次。就是我们 T O R I 的小秘书 po 文，然后有分享一些这次赛事的资讯。一定会帮月其实争取更多的土。更多的土哦，吃土吃饱，更多的权益，赞，辛苦你们了啦，真的辛苦你们了，少会费，谢谢。早上的排位赛骑完，我则是排在倒数第12名，跟一众高手骑车，其实可以排进一开头，我真的已经很满足了啦。越野机车耐力赛展开，参赛选手们猛催油门往前冲，石头震过了，还有陡坡大挑战。爬坡上不去，连人带车滑下来，就算全身沾满沙土，还是越挫越勇。看觉得他们又很好玩，又很刺激，也有想一点去玩一下，叫他们载我一下。我们有些选手有到国外比赛，参考一些道具回来，跟主要是比耐力赛。因为它有两个小时跟三个小时的耐力赛，主办单位事先规划赛道障碍，让选手们挑战极限，也希望培养顶尖选手能到国外和其他好手一较高下。这一次也很感谢东森新闻前往比赛现场报道这一次的赛事。台湾的地形其实比国外更为丰富，期待可以有越来越多人认识越野摩托车、轻零到骑乘，甚至是零到耐力赛的这项运动啦。现在我们在这个排这个正赛的顺序了，小弟呢排位赛倒了两次，排那个倒数第十二名。我今天的目标骑完一圈，我们等一下骑完一圈就好，等一下就准备要出发了。我的阿福刚才骑完一圈，把手已经歪了，现在变成这样出来，这个也变这样了，回去要再修了。等一下准备出发啦。在休息了一阵子之后，下午场的决赛也即将开始。这时候我深深的感受到零到耐力赛，这耐力两个字才是重点。早上在骑完两圈排位赛之后，虽然休息了一阵子，但是这个手还是超肿超胀。看着身边的选手都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真心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强。决赛的路段则是和排位赛完全不一样，中途需要打卡，有着更多的障碍，更陡的坡，更小的路径，更长的鹅卵石路段，而且因为是比赛，所以进了林道之后，大部分的时间都会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在骑乘。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人可以帮我吃肉肉了啦，全部都得靠我自己。而我的目标不和别人比速度，只和自己比。就算要把整台车用抬的抬到终点，也一定要有一圈的啦。出发之后的关卡，一部分是早上排位赛的障碍，以这个路线作为暖身，骑完之后马上遇到了这进入赛道后的第一个难关。这里是一个凹陷的山沟，沟里布满了大颗的石头，高低落差很大。以我的实力在这边卡关，可以说是毫不意外。比较不好意思的是，当天还挡住后面的很多高手，真正卡歹势啦。一开场的山沟用大乱斗来形容，真的再适合不过了。
骑完的这一段，其实手真的已经很酸了。不过这个山沟是连一圈赛道的十分之一都不到，所以在过了山沟之后，我没有多做休息，继续一路往上。继续往前之后，其实看得出来我的手已经有一点跟不上我想骑的路线了，连直线都可以骑得歪七扭八的。本来预计的路线是走最左边，但是就是一直往另外一边歪过去，然后我就需要花更多的体力来应付鹅卵石路面。虽然花了很多力气，但是这前段的赛道其实我骑得蛮顺的，其中只有一个陡坡当了一下三角锥。之后基本上就是可以让双手暂时休息的小径。在小径里面骑了大概十分钟，双手也稍微比较缓解了一点。接下来等待着我的就是一连串的陡下，也是我的罩门之一啦。这边真的要非常感谢豪猪兄、兵哥、义伟哥，还有 Sam 哥，以及其他前辈的指导。经过赛前训练之后，这决赛的期间，原本对我来说真的很难的选手坡下坡，比起之前，真的可以说是进步了非常多。除了没有倒车之外，双手在这边也不像之前会很紧张，然后一直紧抓着车把，消耗很多体力。出了选手坡之后，在这边我反而没有休息，直直的就往土地公坡驶去，趁着水泥铺装的路段放松双手，来到了打卡点。谢谢，谢谢。靠！为什么？我改哦，不知道。我改。谢谢你们，辛苦了。在过了这个打卡点之后，意味着长下坡也结束了。接下来迎接我的，换成一连串的陡上，在这边也叫土地公坡。一开始的土地公坡，我其实骑得蛮顺的，一路一直冲到了中段，直到这个更陡的坡才停了下来，然后在这边又倒了一次车。当下我很感谢这边的工作人员，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会观察选手的状况。倒车之后，他们没有马上来帮我，反而是先在旁边引导我路线，让我自己抬车重新起步。而在这边，这个豪猪兄之前一直教我，但是我弄了很久还是弄不出来的基本功，弹离合器浮头，让车头回到我想走的路线，终于用到了。过来过去吗？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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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谢谢。来，我妈来去追他。虽然十次里面我可能只能成功三到四次，但是这边从倒车到把车扶起来，再用自己的力量把车弄回路线上，一整套动作做完，冲上这个坡之后，哦，那个成就感真的跟剪片一样爽啊！这也是零到硬耐力这项活动真正吸引我的地方。过了土地公坡最难的一段，接下来我又进入了小径，
一路顺顺骑，让双手稍微放松一下。直到要出土地公坡前，我又倒了一次车。这一段的坡类似一个 U 字形，过来之后首先是一个陡下，接着在坡底的时候就要开始补油，一路往上冲。在往上冲的路上，路线会呈现一个 S 型，所以在冲坡的同时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平衡车身，而我呢平衡感不好，所以这边又倒了一次车。把阿福抬起来之后，幸好这坡中起步算蛮顺利的，不然如果在这边又再倒了一次，我想我的眼泪真的会流下来啦。过了这个 U 型坡之后，接下来就是最舒服的高速林道了。这里用核心稳住车子，放松双手，边骑边休息，大概可以休息个3到5分钟。休息了一段时间，接着就是整段赛道中最后一段陡下。这边因为坡度比较陡，所以直接熄火，让阿福自己往下滑。滑出来这一段之后，迎接我的就是这最后一段山沟。其实骑完前面整段赛道之后，再到了这个原本觉得超难的山沟，就会瞬间觉得这个沟真好骑。接触林道硬耐力之后，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在自己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的去挑战自己的极限，哪怕一开始就去骑超级难、挫折感很重的路线。在尽力的失败之后，出了林道，原本你觉得很难的障碍路线，瞬间都会觉得比起刚刚骑得很狼狈的那一段，这一段真的可以骑得很顺。所谓的成就感成长，就是在失败摔车之后得到的果实啦。绕完一圈，我回到了起点，又遇到了奇力哥。到了这里，虽然我的手很酸，但是因为打从一开始，我的眼里就没有其他的对手，因为我是要跟自己比较啦。所以第一圈打卡完之后，我打算再骑第二圈。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想过以我这种体力，我还可以骑到第二圈。可能是因为比赛的气氛让我意志力爆发，就跟平常骑公路旅游一样，好像怎么骑都不会累。直到我遇到了帮我拍摄的珍珍，在这边我给自己10分钟的休息时间，坐下来跟大家聊聊天。骑完一圈呢，到第二圈的刚开始最难的已经过了。一出发，我不是从帐篷经过吗？我在那边卡了，应该超过5分钟吧，就等前面的，然后包含我自己卡，对，挡到后面的话跟你说声拍谁啦。然后现在骑完一圈，我觉得我的状况还行，不过车阿福的状况有点不太妙，因为他现在入档拉离合器，他会自己熄火，还是又骑到出什么问题了？预计休息10分钟，
十分钟之后继续出发。加油！阿福可以骑这种路哦。对，真的假的？刚才那位是 Sam 哥，然后我现在车上的排气管就是他卖给我的。真的、哦？对，我们阿福拼装车啦，现在到处装别人的东西，只有 Case 是新的，其他全部都是别人的。加油，加油，加油！我觉得这气氛很赞。对啊。对，就是每个人都是骑得很开心的。我刚刚看到石头在那边卡很多人，对，然后就是可以直接顺利过去的人，他还会跟他说加油。对啊，对啊，对啊，赞！对啊，这个氛围很好。嗯。因为毕竟小弟身为新手，我就是需要被鼓励的那一个。这边稍微休息了十分钟，我也准备继续再一圈了。第二圈，虽然我的手已经快举不起来了，但是很明显的感觉出来，虽然我骑的速度比较慢，但是却骑得比第一圈还要顺。骑到一半，还顺便停下来换一下电池，很快的又来到了打卡点。三点结束，不是只剩下十五分钟啊？啊，没有啊，三点结束、啊。三点还是四十分钟？两点二十而已啊，好，你还可以一圈。好，谢谢。打完第二圈的卡之后，再次看到奇力哥，我以为比赛时间已经到了，但是奇力哥却跟我说还有四十分钟可以再一圈。在奇力哥说出我还可以一圈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蛮怀疑我到底能不能再一圈的。不过经过我内心的挣扎之后，我决定不管时间了，人都来了。就是要把体力给它全部榨干，所以呢，啊，各位，我们这个虽然有我们再进去，可能时间也到了，不过没关系，我们这个运动加精神，挑战自我，我们不跟别人比，所以我现在就算时间超过，我要再去骑一圈，啊，希望骑得完，出发啦！可以看到阿福的椅垫上，此时此刻已经充满了我青春的汗水，水袋的重量也明显减轻了很多。四公升的水，我可能喝到剩下不到一公升了。手的话更不用说了，从早上酸到现在。但是我当下还是想说挑战自己，看能不能在不到四十分钟的时间内骑完第三圈。而这最后一圈，反而最出乎我意料，竟然是在最没体力的时候骑得最顺。休息一下，壳分掉了。对啊，没关系。在这边吗？对，在上面。我看到再慢一点，感谢你，所以已经结束了，对不对？差不多了，快了。应该还有吧？三点啊，四分啊，差不多三点，三点多点。先回去看看。哎，那我好。第三次到了打卡点，其实我当下骑到已经快出神了。明明七点的时候，奇力哥跟我说到三点，
但是这只骑完半圈，我马上失忆。直到打卡点的工作人员跟我说到三点，我才想起来。所以呢，继续拼土地公坡。在土地公坡这里，我还看到了刚刚我在 U 型坡那边倒车的时候喷装的壳，当下真的是美丽了，所以完全不想要停下来捡。幸好最后有工作人员帮我捡起来，保持阿福完好的样貌。第三圈我唯一的一次倒车，就是在这最后一段的陡下。骑在我后面这一位穿黄色车衣的车友，是之前我们和老橘白去水牛坑和老八骑车的那一次带我们骑车的捷安。我在这边手真的已经没力了，所以在这个陡下倒车了。阿福还压在我的脚上，他原本都已经把车丢在旁边，准备要下来帮我了，但是我跟他说时间还没到，叫他赶快先回去打卡。我知道他的实力很强劲，是可以拼名次的，所以就跟他说他先过，我自己搞就好。这次的比赛他最后也有得名，真的非常的厉害啊。最后我在这边把阿福抬起来，骑完了最后一段山沟，终于赶在时间结束前回到了打卡点，花了2小时又12分钟骑了三圈，骑到连自己都很感动啦。甚至连豪猪兄还有义伟哥都怀疑我是不是自备打孔机在骑车。好，三圈哦，带走。红，你的条码呢？自己打的吧。你不是在树头下去？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你不是在猪头下休息了？我他妈下礼拜都要残废了。比赛可以，它让你肾上腺素爆发，所以对，其实我原本觉得我应该两圈就差不多了，可是。一到这边看到大家都在看我，就进去了。你说就是要要面子一点，要面子就会变强啊，应该是这样讲。看我现在骑三圈，我整只手都是胀的。成功了好不好？这次我觉得我很厉害了。以我这个公路仔，我没有让师傅失望哎。我瞧瞧，我觉得你的车把是不是变形了？对啊。我哟，哇，三圈哎。有没有突破盲场了？突破盲场，突破你的个人。这次真的不一样。上次一圈都骑不完。对，上次一圈骑不完，这次直接拼给他三圈。你昨天吃了什么？我昨没有，什么都没有吃。昨天吃晚餐而已啦。大成功了，大成功。这次参赛，除了当天看到很多很厉害的前辈们，还骑得真的非常过瘾。从来没想过，我竟然可以在2小时又12分钟骑了整整三圈。比起名次，这次竞赛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突破了自己，从原本连半圈6小时都骑不完，到现在慢慢的进步到了可以一圈、两圈，甚至越骑越顺，来到了第三圈。很感谢自己愿意坚持下去，更感谢教我骑车的前辈们。我想下一次如果还有这种比赛，我一定还是会继续参加的。影片的最后，我要再次感谢当天的所有工作人员、摄影师。TORA 台湾越野骑士协会 TRC 塔克，没有你们，这么大型的赛事就没办法顺利进行，你们才是幕后的真英雄。而如果你影片看到这边也想要挑战自我试试看越野车的话，我会把 TORA 还有塔克的连结放在下方的资讯栏，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加入会员报名看看哦。协会，我他妈要骑车还要拍片。我先检查你有没有带打孔机。没有。刚刚想，我抓到你比赛的漏洞了。我是打星星的形状，你没有那个东西。所以你还会鸣枪是不是？对啊。每个人都鸣一次吗？没有。我以为协会的资金这么充足。杰哥我也想鸣哎。啊。这是会长。一起鸣。我也是会长。难道是只有你尊重我们赛会？基础选手都不准上我们赛会，到现在还在两天呢。那就你骑车的经验来讲，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其实
觉得以一个因为其实我不算骑领道的这两个选手来玩这个话题。过头，等一下，要放车，不然会过头。随便你超啦。我是温柔的放车啊。没问题。你也有今天啦，我完整的记录到了。刚刚就是抖七十最佳镜头。骑越野车的好处呢，就是当你达到最高点的时候，这么美的一片风景。爬山的话，你可能会爬到很累，所以我们骑摩托车，这是属于骑摩托车越野骑士，属于越野骑士的风景，非常的赞，非常的美。走，带你去买车。现在吗？现在吗？现在有，现在有，现在有25,000，他有的，我看到。有，线上，60几，零利率，马上给你发。你走，哇，这句应该写下来吧。难道了？现在去，我干，排气管掉了，抽得掉吗？这很吵，抽得掉拿着。哦，抽掉，等下你背着起，还现在会烫，现在会烫，对，现在绑着，现在掉固定着就好。那我可以休息一下吗？好啦，那这部影片就到边结束咯。如果看完这部影片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哦。我是鲁特，我们下次见咯，拜拜。